记得中学的时候呢，我的一群朋友就拿了一包烟给我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要不要试试看？然后我就说，好啊，然后我就当场抽了，我记得抽了两口而已，我就觉得我就一直咳嗽一直咳嗽，然后结果我就病了一个星期，然后喉咙发炎还有痰，所以我得到最大的教训就是生病一个礼拜，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很讨厌烟，很讨厌抽烟的人也是，所以摄影师不要投降呀。